我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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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
Thank you.
李秋天雄信报啊，是咩指令啊？应停在台湾岛啊，这个独立门天罗江啊来镇守啊来啊大天宣化，甚至上苍啊来降旨啊来奉这个国号啊为天报国国姓报啊，这点的认真与历史啊真大，甚至啦啊咱啊北宋的马祖经独立门天罗江案情啊，关于晚会啊主任委员啊众委员。张干事，或者咱啊高培进啊，即啊啊陈乐江啊，以上啊啊即众人顶啊，啊来今日啊信步寥寥，而且质疑啊，啊看着今日啊岁数五十年，各位为着十七日啊啊回到案前啊，伊来祈祷啊信步庙啊家里而且稳定啊啊回到案前，再来看一切做来祈祷上苍而且稳定啊是案前。啊，也是咱啊，林家啊，在子孙啊，啊，回到案情，也要来啊，解答啊，基本制作这文件呢，啊，将此啊，啊来安置在这个九月为止啊，这十八日清早啊，就在案情啊，要来啊，徛起制作啊，来解答上苍的文件啊，就是众人顶，咱就来参香礼拜，拜，再拜，三拜，好。点么多了？袂使称呼伊是新妇啦，新妇是妈祖啦，爱称呼伊是林木娘啦。天意，天意，有病，我。
生也欢喜了的。伊俗称伊是林木娘啦吼，讲伊即个当个家是伊个爸母，阿弟个即老祖老祖先啦，伊个即种伊个心情啊，也是够欢喜，也是够悲伤的。看了，看了问恩的。不是向前了，好啦，中路啦，现在去，现在